不动了。快把孩子交出来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村长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现在只有我女儿和我相依为命，我求求你。能选上你的女儿，那是你家积来的福啊。教主大人，我们正准备把小孩给你送过去。你们别动，你们不要放我的孩子，不要杀我的孩子，不要，不要孩子，不要杀我的孩子，老实点，还我孩子，放开。走，咱们教训他去。打他！打他！你们别。